第一波疫情复学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复学完之后的这个复赛方案已经定好了，结果又不能复学了，又在复学的时候就剩下两周学习时间了，在这个时候最考验我们的要不要复赛。我现在问大家的是，当孩子的这个诉求，尤其六年级毕业的学生问他说，我六年级马上到中学了，我欠了一场马约翰足球联赛，能不能给我们补上？如果你是校长，你会怎么想？谁扛走谁来？我来吧。奥利桑，飞机，跑球，拿球，再拿球。那时候什么呀？那时候压力非常大。你的眼泪不白流，因为你要逗老师记住这难忘的一刻。